中国人均人均数据全部中央上海人均数六个，包括人均合成化学物质、化学物、合成物、神经和数据方面。他说看到自己的新疾病的数害可能更知道。金龟子，金龟子，现在在干嘛？现在在干嘛？翻过去。这个污染专家从夏威夷的海滩上下来的带沙子样本，他请人对里面的成分做了分析，其中共有90%多是塑料。库尔上尉与环境电影制作人迪尔麦克唐纳是从这种塑料和透明来的。麦克唐纳为这个故事提供了绝大多数的视频，包括这只在塑料领域工作中生存的动物。There's not a lot of beauty in a river full of water. 你看，这垃圾的河里有几个字。